哎，等一下，谁水收起来了？谁水收起来了？刚刚一个蓝队都把他杀掉，他把水收起来了。你要说出他的名字哦，要死我！我们要找他算账。我已经找他算账，我把他推到岩浆里面了。那只有一次而已。啊！没有了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东西最算账？他们现在没有挖串死了。啊！跑到我们家了，打到家里来了，熊爸爸。等我，我要抽出幸运道具，他们完蛋。我破他。等你，哎、等你，哈哈哈！十趴几率哦。他跑回来打我了。没问题啦，全部换了啦。阿基，挖洞。哎呀，这个人想干嘛？哦，这。我是在他们家挖洞，还砍树挖洞，挖洞，对、哎、啊，千里道具，挖洞道具是 Q 出去就好了吗？对 ，Q 出去。哦，哎，屁呀、啊！怎样？他喂你牛排，怎么不我的啊？喂给你牛排，喂你的喂给你牛排。你都牛排，你这个没用的人。哈哈哈！惨了，真是倒霉鬼。你全部都牛排、啊，你就是倒霉鬼啊！我还有力量药水跟飞剑回复药水，还有黑曜石，你们要吗？啊？什么？黑曜石？黑曜石？看可以做啥事？好，我先放箱子给你们，我继续去挖掘。我把他们水炖的。啊！我把我的漂亮漂亮，放里面给你们。你们叠成这样子很难防守啊！烂透了这个世界。我放的，漂亮漂亮，一柱擎天，我把它顶高了，我把它顶高了，哦，顶出去了，哦，好好玩的，我要 happy， 我有一柱擎天，我要顶了，痛，那我要顶四次，顶四次，来来来，下一个想被我顶的出来。又是他，我好像怪怪的，听起来超奇怪的啦。想被我顶到转头啊，转头啊！哦，他也有，喂，他顶到自己，我顶哦，这个有钻石线的哦，顶到他，漂亮漂亮漂亮！你们牵制他哦，我要过去了。哎，射，也太快了。我顶，干掉干掉干掉！顶到他！快顶！哇，你好会顶！哇，你把他顶死啊！哇，好猛哦！哇，顶到死掉啊！顶到死掉！你把他顶到死了！了你是顶他的哪里啊？哎呦，我们家怎么这样？有人在那边挖了、那個。小朋友，小朋友。我把它堵起来。阿泽平，你刚刚有抽到什么？红队被占哦。就说我们家，哎，我们被占，就牛排啊！哎，快死了！有我在打，在打，两只，药水那个有钻剑的，我也是钻剑。啊，我死了！有挖掉，他们很多人来哦，对他们全部都攻占了啦！哎呦喂，家里需要帮忙？救我那个洞！哇！哎，漂亮漂亮，剩一个，我虚弱，有他也虚弱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可以打 我打，哇，哎，你有拿到力量药水？我有拿到力量药水，不错啊，哦，这很好吗？为什么团团的血是30滴啊？啊！我身上有那个甲，可以加血、啊。你不要把他打过来，他就会死掉。你有什么甲可以加血？甲，那个胸部有一甲。啊？为什么你有布拉甲？是马甲？哪里买的？天哪、啊！团团没想到。哇！团团要死！团团，你为什么会有？我要死掉了！团团，抱歉，我一直都误会你了，还一直摸你，好，语速说不清，抱歉。你在哪里买到布拉甲的？可能要完成特殊任务才有可能拿到哦。你完成什么任务？你完成什么任务？我就一直挖石头，一直挖，越挖越多。哦。然后就有布拉甲了。其实你们可能也要挖一下。那个青金石也可以用粘土换啊，六个换。青金石有23个，你们要吗？
可以丢。二十三个要，你在哪？我上去，我上去，二十三个应该不错了吧？二十三个开了吗？二十五才有附魔台啦。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这里有一点点啊，等你来。好，真是令人失望。我这边有十七，怎么有人都买输啊？嗯，啊，输我有很多，有人要输我可以有。那输其实可以直接换青金石、欸。输，输也可以换青金石，可以哦。怎么样？当然，所以找宝藏还很重要。阿基，你最帅，最衰的就是你。那只是刚好偶尔就是有一个你在旁边，所以他只是刚好用到我而已嘛。衰爆天，这边，第一个赚给你的脸、是你啊，就是你啊，哈基。我有一个特殊道具，它叫自杀突击丸。你可以自杀突击丸，去吧。啊！竟然是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装备也没有毒哦！衰爆天的你，衰倒霉鬼，地狱倒霉鬼，抓！原来是你呀、啊！我们有附魔台了，我们有附魔台了！哎、欸，他们在放，他们想来我们家放。我猜了，我猜了，哇，还用毒的？哎、欸，还用那个栅栏毒哎、欸！哇，那个可以 喔那这样子怎么进去啊？栅栏用那个木棒就可以换了。不是啊，我说我们家被堵住了，进不去了吗？不能确定，不能欸，不能欸。哇塞，这么猛！清理工具清理不了啊！啊 ？bug 了，所以是 bug 是不是 ？bug 作者这是 bug 啊！好会哦，怎么那么会？好会哦，这么会找，完了！因为这里面是冒险模式啊。哦，有稿子可以拆，很久，但是很久。哎、欸，家里需要人，家里救命！好，回去。好，上去。超低。哎呦，暂时破掉。来了，他们好多人在我们家。来支援了。在赶路了。哇，这个栅栏道具好猛哦。哇，是八颗钻石 QQ。哇，四个人啊，四个人在那边。用稿子，作者没事，这样子我觉得是可以啊，只是就是道具很 OP， 因为他只要木棒就可以了。来了，嗯，再用木斧头哎、怕爆。而且你只能用稿子啊，只能用稿子破。斧头不能破吗？斧头不行啊，因为是冒险地方。站起来！不对，我的核心，哇，里面好多人哦！蓝队在站，快点，核心要破！你挖！我挖了。好。哦，这边好那个。对啊，好像卡卡的。超卡！剩一滴！哎呦，干掉！太会了！挖开了！他们好猛哦！这就是最 OP 的工具了，有点强，真的。哎呦哇！哎，蓝队分数比我们高喽。嗯嗯，要想办法去站了。僵尸又来了，我们要开始站起来喽。嗯，他镜怎么那么空啊？赶快弄装备啊！不哭，十六颗钻石，直接被清空，哭爆，有苦说不出的哈基，他已经不想说了。没事，我看一下宝藏区有没有更新。好，来。怎么一开始就在洞里啦？你也冲他回，不要打我僵尸！蓝队倒霉鬼！哎、欸，我们家！悠悠，哎、欸，被传上来，行吗？哎、欸，破除！中他！破盾！
为什么我的生瓜条被引走了？漂亮。我们要有那个用棒棒，然后准备去进攻。好。其实宝藏好像有更新诶。宝藏更新？感觉就有。对，你们是多爱水盾。有看到里面东西有重新补。哦。可是不能太多人去啊，一两个还可以。嗯。现在要拼分数，拼分数。好。你可以在那，你可以在那。那你们在哪里？我们还，我刚刚在守家。好，现在在换青金石。嗯，走。嗯。哈哈，宝藏区直接那个啊，不是放副手就好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人来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回家多练练。噔噔噔噔。多练练。噔噔噔噔噔。啊，是啊。哎，红色斧头。硬要红色斧头还可恶。红色斧头。哎，我付错了，谁杀了他？谁杀了他？是四团团。不是我啦。哎呦，这团团被杀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只音乐后面。哪里？他很不满啊，好痛、哦欸！我们需要那个很多很多的粘土。他被追，他被追，他被咬，他被咬死了，他被咬死了，他被咬死了。粘土需要大量粘土。我这里是有很多粘土块啊，给你。好，我在守家。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哇，我有五个，手上那个是钻稿吗？哇，他怎么跳那么高？他进你手上那个钻稿吗？你觉得嘞？来去换去换。喂，哎、欸，他打我，他打我。被打下来了，欸、就他是拿红色斧头的。61，把清除哦。哦呦，这上面也太那个了吧。哎、欸，哇哇，我拿到一个很 OP 的东西。什么？那你他叫纳曲金苹果。哇哇，听起来就很猛。就附魔金苹果啊！哇，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就附魔金苹果啊！附魔金苹果，附魔金苹果啊！不是啊，讲那曲金苹果，我想说有没有特别的金苹果？特别的就是附魔金苹果就很猛。哎，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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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刚刚把挖开！哎哎哎！我去，神怪塔哎，这是神怪塔，你不能挖开，谁啊？重点是家里，重点是家里家里家里。我矿工被僵尸围住了，加加加加需要人，加需要人，你们上去，你们上去，你们上去。好，我来了，都上来了，都上来了，分数已经落后了。我刚其实是在他们家，我准备进攻的。哎呦喂，他整个都挡住。哦呦，这个也太难走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们好会啊，怎么那么会啊？哎、欸，他们大局入侵的，所以我就说加加加。太多。哎、欸，哦，上来，我上来。哎呦，爆掉了！哇哇哇！我先把东西换一下。对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卡、啊？因为僵尸太多啊。不知道。一拳一拳，你操控把这些栅栏都打掉好不好？哎呦！占领速度加快哦，大家注意哦。好。好。打栅栏是用稿子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哇！你让我进攻一下，谢谢你这群人。泽平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没有，我在做装备。僵尸好多，哦，好卡哦！他们都大举入侵了。哎呦喂！天哪！啊！卡的，我们把 F 三加 A 看看有没有？怎样 ？F 三加 A 可以重新读取，读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。那就怪物再清楚啊，可能怪太多了。我拿到一个伤害传送门。那可以干嘛？丢出去后能够在15秒内无视任何伤害。啊，听起来很猛。欸，他们入侵了，他们入侵了，快啊，快啊！他们都跑进来了。他们入侵了，他们入侵了。我在赌啊，我在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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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侧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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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，侧门，那边。哎呦，靠边界的那边侧门，靠边界那边侧门。哎，苦力怕小弟。你是不是要干掉他？是不是？哎。哎、欸，苦力怕小弟，等我一下，来来玩。没有，多了。有有，打掉他，打掉他。
哎、欸，还有一个进来了哦，两个。重点是我们要那个啦，很多的核心去他们家。有一个小弟弟用一步擎天玩，可以弄一下。有人有那个吗？很多核心，两颗。那、哦、你有要搭配那个、哦、木棍棒棒。木棍那是在哪里换啊？道具商人用木棍，你有很多木棍吗？很多，刚去宝藏那边拿的。对对对，就用那个去用。嗯。哎，换了两个。哎。来个风扇，那我跟你去。好，我顺便带无敌。这什么啊？他们在花很多人力在解决。你看那个巧克力，巧克力怎样？这给你。口爷不拉个接过，道具商人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发个核心，在你屁股后面。好。巧克力，这给你。把我打下来，很好。你在哪？哎呦呦！哎、欸，泽平，你后面。你给了我什么？有人有多的铁吗？我没有多的铁。没有。没有。我这里有七个。我没有捡到核心的口也不 lag。没有装备，没有帮忙。哦，好好好。